在倒轴，没有干，没有干倒。跟平时不是太一样，头发长了。哎，我们第一次什么时候？夏天，就过去有没一年，半年，也是夏天嘛。对，差不多。对，当我看到你从车上掏出你的电风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哦，上次还是在夏天，也是这样。电风扇在过夏天的。你吃了吗？我吃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过下一次再比。三四，哎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。就你一会儿精神稳定，一会儿疯癫，一会儿家暴男。鉴定完毕，精神状况非常美丽。那希望今天大家会喜欢我这首歌曲吧。那太期待了，我相信你。音乐品质稳定输出在线21年，现在聚光灯亮起，歌迷真的好想再见你。年度巅峰品质歌手张栋梁，谢谢我的歌迷朋友。那我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，创作出更多更有品质的音乐作品，然后当一个更有品质的歌手。谢谢。歌不叫之城，一首情歌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先爱自己。我只是不敢再一次做你的不着之城，对自己于心不忍，怎么追问都不肯承认，丢失了曾经的我们，悲伤埋在你这。时光的围城多少人？